我被他不喝。怎么了？有事儿吗？我不希望在你工作的时候，因为我影响到你。你应该好好完成你的工作。我忍不了了，忍不了也得忍。如果让他们知道你是我弟弟，谁是你弟弟？你听过我叫你一声姐吗？我不在乎，我在乎。当你站在我身后，我现在能在乎的只有工作。今天你在化妆间问的问题，我现在回答你。你要是嫁不出去，谁说我嫁不出去？我告诉你，我之前那是因为工作太忙，我根本就没工夫想这些。但是如果我想嫁，我可以分分钟把自己嫁出去，我行情好得很。我的手凝视你的眼眸，都是温柔。哎，怎么在这儿呢？正找你俩呢。赵总，什么时候来的？刚到，下午临时有个会，不好意思来晚了。没事，那我先带您过去吧。行，那陆老师他……哦，他上卫生间。行，你女士真漂亮。过去，过去。在我身边，你在我眼里一直在发亮。好像夜里的星光绽放，让眼神滚烫，在我眼里你就是星光，充满我世界希望，让我不再有彷徨，不去想人生有多漫长，有你在我心上。陆哥，来，你怎么一个人坐这儿？谢谢你的岁月，你的时间，都有我的出现。钱帆已经送走了啊，放心吧。好，谢谢。没喝多吧？你呢？在哪儿啊？我回公司。正好跟我一路，我没喝酒，开车送你吧。陆哥，我送你。好。车在那边。开过来。对，你呢？跟贾总，还是不用管我，我送他。你走吧。行，到了和我说一声，慢点啊。怎么，心情不好啊？这世界很酷。